干嘛？你干嘛跟着我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再见喽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是想问你，今天下午吃的那菜叫什么名字？还蛮好吃的。这是不能摸的秘密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贡丸。我叫宋仲基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三个转型一点哦。好，这边。你又知道？2、3、4、5。你好像很喜欢用一只手切菜哦。哟，不错哦。这样，我另外一只手才可以牵着你。你好像没什么朋友。因为没有人喜欢我喽。怎么可能？那你喜欢我吗？你说吧，再渐渐放下回头的脸，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再尝试的好不好？好。